欢迎来到隐晦设计大赛，一方选手一上来就甩出顶柜加圆弧柜加烫门柜，依靠组合成完的六人。单烫门关不严实，容易变成脏玩的玩耍天地，而且下面轨道容易积灰，还会夹住衣服。哎呀，我严设计起来就选择了平开门，开关方便，颜值也高。这圆弧柜看似能装，实际全是灰。设计间果断放弃顶柜，选择一门到底，将圆弧柜换成薄色柜，也能收纳，还省130公分。一柜一气呵成，做到底，讲究霸气，漂亮。对方也不甘示弱，立马把成板夸一次安排上。使劲拿衣服要翻来覆去太麻烦，设计姐直接上下做两层挂衣区，去掉中间的成板，上面藏的衣服都能落下来。不愧是设计姐，对方选手绞尽脑汁除了对方。果然，设计姐猜了，把柜门做短，中间延伸做梳妆台。睡前好好护肤很重要，把化妆镜柜打开，可以放梳妆用品。底部空间利用起来不浪费。好的，比赛结束，冠军肯定就是设计姐。